欢迎进入由毕业租房选自如勇敢在一起的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。欢迎各位收看优酷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，本节目由毕业租房选自如、月付零押金的自如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首席特约播出。其实今天在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，最近的高考是刚刚的结束，所以其实我想对于部分人来说，这可是他们人生中应该是最放松的一段时间。就是可以放开玩了吧，这个假期。那个夏天你们都在做什么？我们先从比较近的开始。不记得了。啊？哪年啊？你高考。我们不一样，每年都有高考。2017年。2017年。啊，我是2017年高考。2017年我在干嘛？那暑假不会还补课吧？好像签了公司。哦，整个暑假都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洽谈是吧？然后妈妈说太好了，终于出去挣钱了。金晨你呢？参加了一个兴趣爱好班，就是一个学英语的。哇，完全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，还去学英语。是啊，这不要提升自己，要大学生了吗？很杨迪那个时候干嘛？我谈不上放松了，放纵。哎呦我的天，就是终于可以玩一下，约了好几个朋友，基本上有5、6天都没回家，就住在朋友家，然后吃那些龙虾什么的，玩通宵。然后大一开学的时候，你脸上的痘真的没法见人。反正也都差不多。也差不多，也不会没有痘，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哎，黄老师呢？这不会问我高考吧？我得。哎，今天有期待看到谁的表现吗？新的人吧，新的人。最后的时候来了一个背影。向以来应该平衡会被打破。对，志鹏吧，我想看志鹏的表现。哥哥吧，因为他跟他弟弟又同时加入了同一个方阵嘛，看一下他有没有突出他之前的表现。因为哥哥是我们就是最猜不透的一个。哇，我觉得太可怜了，大家能不能关心一下蔡琳心？哦，都快忘了，就是快忘了，大家都忘了是吗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旅行就算是正式的开始了。这帮年轻人呢，也即将迎来新的伙伴，以及跟朋友之间更加深度的相处。他们会在彼此磨合当中收获怎么样的成长呢？我们一起来期待。下面进入每一颗都为这一刻的葡萄假日砰砰追踪时刻。一转身，金枝花棉，飞来送，放歌放歌，搞点音乐，搞点音乐。整点嗨一点，这首歌真的很顶。副手霜我估计要随时带的。哇哇哇！小 boy， 小 boy， 给你开心的。大早上这么嗨，完全忘了昨天晚上 emo 的瞬间了。护手二兄弟，就一天就乱成这样了，两个月吧。都跳出汗了，我看他那个嘴唇上面。哇，两边极端。一起冥想啊。异型人格 ,I 型人格。小农这嘴怎么回事，怎么这么红？好吓人。还有个唇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拿水彩笔涂的吧。我能连一下你的蓝牙吗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听听你有什么狠歌。哦，这首歌太狠了。给我哭！我先哭了，兄弟们！啊，昨天没人给我留言。就是其实确实挺搞笑，因为我们都说对他挺有好感，就大家都没给他留。
戳心眼子了。今天有了，这绝对是个异性人格。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格？我是异性人格吗？外向的主人公人格，我那个管语。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非常少？哎，2%，整个宇宙。我那个是1%。哇，1%还要少。INFJ。我跟他讲一下，他的性格跟小鹏的这个测试结果是一模一样的。哇，你是这种人？不像哎。你坐在这儿跟我们录节目，辛苦你了。我很想跑。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就是很内向的一个人，在这种就是人多的情况下，我会让自己很嗨，进入到一个角色当中。对，但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就是这样的。对。所以我们认识的你都是演的你。也不属于，反正只是我就是会很多面。啊，明白。